烦恼都是因为贪嗔痴。就是好朋友跟坏朋友，然后自己就是一直沉沦在这种里面，让我们更懂事，要感恩惜福来造福。了解呢，佛法经的含义是安呢？人人都是同款的莲花的莲子，啊，莲子爱依靠在这个五年间，可以供应伊的肥分。那烦恼中呐，去产生菩提，就是五年中去用莲花。愿行。那时候我还对慈济并不是太了解，只是我那时候真的很触动，因为他那种就是很疼惜，好像是说台下你们这些孩子们今年岁了，结果你们在这里，真的很为你们舍不得那种感觉。因果不虚，修如是因，得如是缘。就受阿弥的果报，这是一定。所以，咱爱情用心去体会，那阿弥精神呐，咱的行为、言语、动作中，都无有去作恶的过失，因为咱时时都伫咧警惕。警惕自己，小小的一个起心动念，开口动舌激动，都因缘果报啊！当然，咱都爱真小心的日常生活，安尼也是叫做修行啦。我觉得身为受刑人，如果说回去只是不再犯错，那是基本的啊。但是我们缺乏的就是爱的传递。然后上人给我们大爱，终于明白了社会上的的确确需要这份爱的传承。如果再踏进来，绝对不会是犯错踏进来，一定是自公。在生活中。足殊会力啦，用安尼的恭敬心，所以随喜即以令亲心性格，只爱伫听这部经了后，就是欢喜啦。真呢，咱就知影伊已经咧亲心性格，无怀疑啦，随喜啦，愿意听。入心啦，快乐啦，这些叫做法喜。